真心的恭喜你，也羡慕你。待会借我拍一下照片好吗？我分享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三位朋友，来，哇，是不是位大美女哦？来，我们来到菲菲的身边，也同样有没有祝福送给菲菲？好，祝你新的一年越来越好。好美的女生，来看一下今天能敲出什么的喜庆来。来，我们屏幕滚动起来。等一下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没有关系，评价就是他的，好不好？牛年通吃券，也就是说，他有了这个券，每次来到我们这里吃，其实都是有礼物送给他的，有菜品送给他的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哇，来拿着它跟我们的菲菲有一张合影好不好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。这个每次来红楼都可以获得一份鸿运 牛肉，祝你一个牛年大展宏图啊，谢谢。是，然后我跟菲菲在这里的这个环节呢，就是除了为了体现给我们其实有这个国粹川剧变脸在这里之外呢，我们今天这个抽奖的部分呢是会持续到2月27号为止，只要来现场就可以参与，而且以后是每天晚上的8:08就可以上台抽奖，然后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，要去微信小程序搜百威空间站参与集福袋的活动。